没有坦克车，就我跟弹药箱而已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， 欢迎收看《电玩之夜》。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一起 Live 的 Battlefield 4的影片，已经非常久没有回来这个游戏，我非常高兴。我最近又回来，因为已经没有其他游戏可以玩了，没有，感觉好像是最后的选择一样。然后我今天带给大家 Live 的影片，我不多说话了，我们马上。希望能够有好的战斗的画面，然后我非常喜欢这张地图。我发现在这个频道也蛮少，推荐这张地图给大家，也很少有坦克车战斗的画面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打算带给大家 Life 的坦克车战斗画面。希望我可以玩得还不错。OK， 我要认真了。其实开坦克车有蛮多的。诀窍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找到你的敌人。OK， 找到了，我们的直升机做的还不错。其实有个诀窍是可以看这个大地图，我觉得会比较有效一点。这边有一台坦克车 ，Boom， Boom， 追他吧，他太白痴了 ，Boom， 哦，他跑掉了，他跳车。应该会有个人在这附近。哎呀呀！哎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哦，我这边有一台免费的靶给我们练习。下车，我下车就爆炸喽！对，已经非常久没有回来玩这款游戏了。那前面我最近玩了大革命，所以我们又可以回来玩 Battlefield。我希望啊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这个 Battlefield 4的画面哦。很多人在说，希望有一个礼拜能够有一集能够像之前一样。然后现在，哎呀，里面有敌军，我占领不了。OK， 这边有一个人，他以为我看不到他，但是我看到了，他又躲起来了。这个步兵的话，要请步兵去抓步兵哦。我们坦克车抓步兵有点太累，他应该撤退。OK， 要死掉，就没有人死。感觉那边有坦克车，算了，我不想抓步兵了，各位。Oh my god， 这边有一个人，我要撞死了。他站太近了，不要那么近看坦克车，很危险，就瞬间把他碾死了。这坦克车很帅，我蛮喜欢这个中国坦克车，很好看。开坦克车也算是开了蛮长的时间，大概有18年左右。我的驾驶技术那时候还不错。我们右侧看到一个敌人，看能把他碾死，这根本是猛兽啊！Oh shit， 还在这边。Oh my god， 他在放 C4， fuck you， 不可以放 C4， 不可以放 C4， 没礼貌，没礼貌。OK， 哦、oh、shit， 这边有台坦克车，跟他说 hello 啊，他爆炸了，然后你的朋友在这边 hello， 连续两个 hello， 然后再放这个自卫系统，我不，虽然有很奇怪的名字，哎，放自卫系统，对，我看连续碾死了三个人。各位，我们要回到 Battlefield 4。各位，大家期待的 Matt 来玩 Battlefield 4，我的手感依然存在。这款游戏，就算它前面很多 bug 跟 lag， 但是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我发现改变蛮多的。像当你玩得很顺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款游戏 ，Oh my God， 我撵不到它，太可惜。你大概知道哪边有坦克车？有时候它不会在那个左侧的小地图显示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最好还是要开大地图。在 PC 的版本，我记得比较容易开这个大地图哦。OK， 他们这个坦克车，敌军的坦克车被我方的人侦察到了，应该是武直在攻击那台坦克车，所以我们 Oh my God， 这应该是后面有一台坦克车，对不对 ？Fuck， 完蛋。不要打我，武直帮我，武直帮我 ，yes， 谢谢武直，yes， 武直就是武装直升机的罗，大家不知道的话，对，我们玩 Battlefield 玩久就直接叫武直了，对，然后坦克车就直接叫坦克，对，哦对，还有观众会常说可不可以加入我的战局啊什么之类，不用问，直接进来，然后有时候搞不好会不小心开成。那个私人小队，他的搞不好预设是这样子，我不清楚，但是
你们传个讯息给我，你们要进来绝对 OK， 没有任何问题，直接进来，像这样 ，Hello， 哦、oh, ，shit， 没有打死他，你去，他坦克车卡在上面跳下来怎样 ？OK， 我们去看你们找他麻烦。准备哦，各位哦，又爆了，来不及了。OK， 哦，到处都是人呢。OK， 打死了。Oh my god， 这边都是人，到底怎样啊？开 party 在上面？抱歉，我不想移动，我只想……好了，希望我打得到。算了，打不到。F 点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我不太敢过去。C 点是，我、哦、都没有坦克车，然后坦克车不敢开出来。如果坦克车打步兵的话，真的需要很多辆坦克车，不然太危险。OK。哦，先有坦克车，收到收到，我们来了。OK， 希望附近没有人。不要到我到旁边还要引爆，自爆，不太容易。应该是已经下车了，对，你应该在这边。Hello。Oh my god， 太多人了吧？哇呀！连续两发齐发是怎样？他跑出来了，他好可爱。哦，血清台的车，对台车，哎、欸，挡到我喽。对，像这样，快让他爆炸，让他 boom。对，我喜欢。这个坦克车往 F 点。哦，还在这边。可以打到他一个 shot， 哎、欸，两个 shot。开那个之类的，三个 shot， 他应该已经爆了，要爆要爆要爆，四个 shot， OK， 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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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记我配什么弹药了。啊！OK， 哦哦，有点危险，哦，走开走开！我是树，我是树，我是树，我是树。哦，树在动，我是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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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是树。他接手，他就接我的火箭筒是怎样？我是树，我是树 ，Yes， 结束了。我们三台坦克车在这边了。这张地图真的是很疯狂，我蛮喜欢的，就是非常的疯狂，非常多的。OK， 你撞到我，好的，非常多的坦克车在这里。我好想打到小鸟哦！啊，不止一台。哦，他们刚出来，刚出家，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？刚出家，对他们刚出家门，对，不用剃头发，就是刚出家门的。我们坦克车就在前面，就堵他们的坦克车，太好笑了。要给他开防御，这么聪明，还后退。啊！我一直没打到他。Come on， 这个一定要中。Yes，OK、okay。Oh no！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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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鸟 ！A 车真的很可怜啊，他几乎碰到坦克车，他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可言。再车没有防御能力可言。啊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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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再一发 ，Boom！ 拜拜。像蚊子叮你一样啊！
不要跑，红小红，跟你说过不要跑。小红一直跑，他明明就是红色，你是战场上面唯一漆红色的东西，除了血以外还有什么？乱射一通。Oh yes， 打到。他很紧张哎，坦克车怎么抖成这样？前面有一台，前面有一台，前面有一台。我刚跟你说了，前面有一台，修好就可以上。他是死了，还是怎样？跳出去了。他那个炮弹太强，把他弹出伺服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你一定要撞我！地图这么大，你就一定要撞我。全地图只有我一台坦克车，为什么他好像都在打很奇怪的东西 ？Oh my god！ 发生什么事了？他真的被炸飞、欸，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被炸飞。名副其实被炸飞，他翻个个儿他 ，Oh my god， 这台坦克车 ，Oh shit， 我差点把他炸烂掉。为什么都是敌方的坦克车在我们家？这发生什么事啊？还是我看错家？或许是我看错家。那你在那边睡觉，玩游戏在睡觉。这种人我们通常叫他在睡觉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干嘛，然后他还不走，走。啊，不走，好的，他应该会想开第一炮，但是他打不到。Yes， 哦，我打到了。飞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。This ball is long gone, just like the ex-girlfriend who will never return. Boom. Hello， 哎、欸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来，不花时间，不花时间，来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哎、啊，看我，看我，啊，爆炸，爆炸。有点坏的，这伺服器很奇怪，他不让我切第一人称，他我切第一人称就说不行，你要用第三人称玩，然后我切第三人称，他就说不行，你要用第一人称玩，我快疯了。OK， 爆了。我可以，谁在飙我？呜、哦，好痛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没有人帮我修，没有人情味的一群人。AA 车最好虐待。车队，车队，车队！冲啊，冲，冲啊！哦，完蛋！啊、哦，完蛋！我感觉很强，冲，冲啊！冲啊 ！Boom！ 我不知道什么，我打赢他了，耶、yeah! ！Boom！ 给我下车！你不该出现在这个游戏。车真的很弱啊 ！Yes， 碾死他 ！Yes，Yes， 快点，坦克车兄弟，我们两个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也是难得看到一台我方的坦克车在附近，打他，然后打他，哦，爆了！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一发那么强，随便打那个人就烂掉了？他这个飞弹都乱飘 ，Oh my god， 这扯铃啊！那我再杀最后一个坦克车就好了，快出来！啊，结束了。OK， 所以这大概就是今天这一集，我会剪辑蛮多的东西上传上去，主要当然就是坦克车跟这张地图非常。好玩的一张地图，如果是坦克车战斗的话，非常推荐大家来玩。所以，我应该会回归来继续做更多的 Battlefield 4。还有打嗝，所以声音画面大概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在下面按喜欢。拜拜。
我要坦克车，没有坦克车，我是整个小队的队长，但是我没有一台坦克车。